现在拿到就是幺二幺，是国南100公里的运算计算。那如果中国幺二幺好，幺二幺的话，应该到浙江单位。 现在比赛场上是我们日国男子本身比赛的第二组，然后暂时的领先应该是第六道，中国队的选手，第一名的上场的1:23:31。组长，哎，组长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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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，平昌出发，现在第一组的是国南100公尺，第二组第三组，暂时取得领先的一个第三道活动过关的选手。 好，第一组的参考成12.29。 到了选手，比较辛苦。
那时候啊，现在早上去我去河南一个钻石镇自主。好，钻石镇的你这个应该是第五道的东坡沟的接口。好，这一组的参考，第一组的参考分析12秒07。好，其实。